这一棒拉回来，结果哇，进入到了布阵当中，可惜吴东龙没有把球接进的手套里面，之后捡起来再传就来不及了。哇，这一球扎实，不过哎呀，陈凯伦最后一个弹跳，陈凯伦没有掌握到，但正因为这一球呢是这样的一个结果，所以王蔚成其实稍微后退了一下呢。这一球打到了游击方向，结果这一次在二三垒之间要来抓吴东荣，这边抓到，但是王蔚成已经回来得分。果然这一球出棒打到了三垒方向，结果蒋志贤手背上这一球没有接近手套，一垒上的跑者现在绕过了二三垒之后要冲本垒，传本垒回来之后，这一次先来看看这边三垒是 safe， 那本垒那边没有看。我特别有印象的是三个人，就两个男生一个女生。哇，这一球高球，结果呢顺势推到了右半边，再一支安打哦，林志胜起跑稍微顿呆了一下，不过回来应该还是没有问题。哦，这一球打得扎实，中间方向落地形成安打，哦，而且这应该会是一支长打。握把过去之后呢，蒋志贤跑得蛮认真的，结果呢站上二垒垒包是没有问题。个人这一场比赛的第二支安打，完次投球来到八十球，哇，这个高球结果还是被捞起来，结果落地形成安打。接下来的话，二垒上的跑者蒋志贤绕过三垒回来得分，在第六局上半，富邦悍将两支安打串联之后，目前是追了一分回来，二比三。所以这两兄弟的状况真的都不错，嗯。哇，这一棒扎实，左半边的飞球，左半边的飞球出去了。两分全打，富邦悍将现在四比三，又把比数给反超前。哇，黄恩赐前面投得非常不错，但是现在又落入到了败战投手的候选人。林哲轩个人这个球季的第一发全打，同时呢，他也追上了郑凯文、詹子贤，还有他的队友高国辉，并列2020年世界全打王。换打右半边，右外野手上前来，张正伟准备要滑下去，结果这是一支安打，生涯的第一支安打，这颗球要留下来。不过重点是，现在中信兄弟把比数扳平，接下来的话，双方回到4-4平手，黄恩赐逃败，然后陈世鹏与胜败无关。嗯，第一支安打就带有打点了。对，哦，这球投高了，被推到了右半边的飞球，张正伟接杀之后，三垒上的苏伟达应该要准备起跑了，苏伟达现在要准备回本垒。然后拿下了中信兄弟的第五分，再次把比数给超前为5-4，所以这样来的话呢，罗国华成为了败战投手的候选人。哇，哦，这一球被咬到，结果在中左外野方向落地形成安打，而且这应该是一支长打。张正伟现在绕过了一垒垒包之后，站上二垒没有问题。这一棒打成了一个中间方向的飞球，打得蛮短的，结果落地形成安打。张正伟现在冲本垒回来，富邦悍将在九局上半把比数给追成5-5平手。哇，这一棒打得扎实，左半边的飞球落地形成安打，而且这一棒应该站上二垒垒包都不是问题啊。李宗贤拼命的跑，拼命的跑，站上了二垒，没有人出局，现在二垒上有跑者。这一棒打到了左半边，结果落地形成安打。三垒上的跑者李宗贤回来得分，富邦悍将现在6-5把比数给超前走了，结果这一球打一垒直接穿越。那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张正伟上三垒也没有问题，现在一出局之后，富邦悍将攻占一三垒。这一棒打到了右半边的飞球，右外野手过来接杀，够远了，够远了。三垒上的花花要回来得分，没有问题了，富邦悍将在十一局上半再多拿下一分，现在是7-5。这一棒打到了左半边的飞球，左野手向后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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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墙边出去了，杨春全垒打。詹子贤个人这个球季第二支全垒打，追上了朱玉贤以及郑凯文。他们三个人呢都是两支全垒打，好，双方现在7-6。哇，这一棒打成了一个飞球，来看到左外野手上前来，结果高国麟把球给接杀，结束了这一场比赛。